爸，我车上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。走哪去走？走泸州。吃饭没有？我吃饭回来。还吃点吗？不吃喽。爸没回来。啊，大表把红上。啊，我一看儿。见到红色见啥子吗？哦，你听回家了？嗯。那春天的干很喽，小过。哎，你休息很快吧？老刁，你坐好久嘛？吃饭没有？暂时就弄喽，我要检查啥呢？哦。还是可以有心情。这三个中午够吃了，一个人一个。那遥控。好，我先背好一点，老刘。嗯。坚持喝茶啊，坚持第一回吃可以。你要喝茶送啥？喝茶烧鸡噻。走。还烧不起啊？旁边还有。在冰箱里啊。哦。行了，我还给娃儿过去。杨总。好，给炒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！盖上锅盖，要锅上了。你回家了，把水管烂了，你弄给补去。烂哪个去了啊？这么多水落板，我来看哈。你来看哈。哎呦，修穿了个嘛，咋个搞的？哎，铺地修的，哎，修修通了。你拿去看噻，如果修不起就换，换呗。要得，因为你网子你补起，那到时候那其他地方还不是一个修通，那时间大了。修个换个新的车到后面。啊，刚才我是白单子拉过来，你想把饭弄去，我拉过来吃也搞定，要不了？又安皮。哎，你走开点，这边菜多了，喂半个小时。你之前那个要厚实的，要不了？二十块肯定好一点了，回家我就轻松了。你主要是人都睡的噻，都睡的，睡的就好。就是睡的吃的，嗯，就没问题的。我睡的吃的就够大米粥。嗯，好不？我是没得那种浅浅的了，有这边。喝茶拿得浅浅啊，都是公公生人了嘛。人家是有浅浅，没吃的。反正我就把那饭往那装进，不是啊。你别看那个水，那个水一天流不少井。是啥流就可以脱下来呢？干的天干的。那水够浪费了就是。